长夜未解，缅怀祖先烈，守成不移，万古金钩。国民党历届主席皱着眉头，一同齐唱国旗歌。观则始终青天白云万里红。庆祝国民党123周年，不止制作国旗歌影片，还举办庆祝大会。刚才看的那个短片，大家的台风都很好。昨天我还练习爬楼梯，希望今天上台的姿势好看一点。还不错吧？国民党大佬幽默发言，制造党庆欢乐气氛。不过，国民党失去政权，成为在野党后，被执政党压着打。前一天在立法院难得获胜，立委蒋万安的冗长发言，党下牢基修法，党内大佬也给予支持。他一定是很坚持。一立一修要修改的话，还是有很多让劳团跟这个工商企业之间没有完全达到双赢的地步。蒋万安委员赞，太棒了。总统哲学昨天蒋万安表现怎么样？是否因此支持蒋万安出来选台北市？主席们还是那句话，要遵循党内机制。不过国民党要力拼重返执政，2018这一仗势必得先夺下好成绩，才有翻盘机会。华语新闻林志鹏、黄韵成台北报道。